好，如何在桌面上新增应用程式？桌面上应用程式如何增加？首先，我们知道 Linux 系统它的桌面的应用程式的图示是放在电脑里面的 USR 底下的 Shell 公开的里面的 APP 这一个。applicationis， 这里是我们所有安装的应用程式都在这里面，你需要哪一个你就直接把它选择复制，或者你直接按复制到哪里桌面，好，按选择，这样子你的桌面就会有一个应用程式。好，再来看一次，应用程式放在 USR 底下的 Shell 底下的 applicationis 这资料夹里面，找到你要的相关软体，比方说我要影片剪辑，我希望放在桌面上让小朋友快速的找到，那你就直接按右键复制到桌面就可以了。那你要分两段就复制到桌面贴上，好，比方说复制到桌面选择，好，这样就完成了应用程式新增到桌面。